可以的。这是电源开关，这是正反卷，这是变速箱的开关，这是调速调快慢，这个是外面的一个短板，可以拿出，可以取经的，这里有两个螺丝。先从这里放进去，先从这里，从线要都要从外面下来，经过这个东西全部来之后，到这里出来进裁线机。先把那个调速，先从这里过来，当前面需要线的时候，它就会把这个东西带起来，就会动。当它线有很多的时候，它就会断下去，它就会停，就是这样子。